小殿下，你是不是偷偷下凡去？好英俊啊！没有啊，真没有。我就是下凡去买了几个画本而已。太英俊了，永宁侯府一物。 传家，英勇善战，历代出征沙场，精忠报国。叶青提也是年轻这一代中最出类拔萃的。令部尚书的都是真的吗？令部尚书他是国家正在与邻国交战，一切负战场，命悬一线的死战。大将军，所以小殿下打算偷偷的下凡去探访一番吗？你都知道大家会生气，仍然要去。 我一定要去。你一定会出手相助的。可小殿下，先者若在凡间使用了法术，定会遭到反噬，而反噬的结果不是小殿下可以承受的。叶将军，小伤而已。太子，叶将军，小心。 司命没有变，没想到反噬的威力如此之大。没事，调理一下就好。叶将军小心！一生还相识之中，并没有找到小九的尸变，扩大范围。 在国术上下寻找此人。我还以为你是大将军，刚被我救下就想恩将仇报了。小九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小九？我还一直在寻，命人临摹此画像，全国找寻，你竟不知吗？啊！以后喊我青提就行了。若要如此之说，我还得唤醒陈公羊。好。 叶将军，王军命令我等寻找一名落水的女子，我有个礼物要送你，伸手。哦，之前不是跟你说有一方药可以治好你的伤疤吗？没关系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嘴和刀疤没算什么呀。我就找到了关键的药材，这才做好了这个木府的画稿。你不打开看看？哦。将军，我们正在打赌。 昨夜落水的女子究竟是何人？胆大包天，王军的事也是你们几个能议论到。那，你这刚做出来，本王可是第一个知道的。算了，我还亲自进宫一趟吧。不是，不是的。怎么了？他这么？皇上，他虽然平日里少言寡语，甚至说话还有些阴谋。不如咱俩结为兄弟吧。 但是，哦，他心系天下，神有阴谋。小九，没想到你这位朋友在你眼中如此的重要。谢谢你了，小九。嗯。